现在，左后，肩膀痛，左后肩膀痛，左后肩膀痛，我看到那沸点在旋转呢，在旋转，绳子上挂下来的饮食啊，叭叭叭叭，这两下砸到我那个左肩膀这边啊，砸得挺重的。这个脸上扎到左肩膀这边啊，这个脸上扎到左肩膀这边啊，这个脸上扎到左肩膀这边，原来是饮食啊，跟着肺里在旋转啊，让地球人知道，外星人在存在，是这么一回事，现在吸引了不少人来看天空了啊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但至少很多人关注到了啊。也有的人猜到了，是这么回事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